不准说话了啊！这太难了。调味包。调味包？不是。是膨化食品吗？不是。不是。是坚果类吗？不是。拿杯子了。麦片。对了，耶！太有味，好聪明！耶耶！哎呀，我都没有想到有人能猜到这个。辣椒。老弟，薯片，答对了。好的，恭喜答对了。开都没开，我这。泡面，那个碎碎面，干脆面。对了，干脆面，哈哈。弟弟是真的饿了。